清洗机。这个是四柱湿印机，全自动。这台是转向台，转向，然后进入烘干。烘干区应该有10多20米哦。冷却，然后再继续转向。转向，然后输送，自然冷却。再这是储片机，储片，再进行二次印刷，二次印刷。然后再继续转向。再进入烘干，全干。出片下片，再出片，再覆膜。Yeah.